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苗乡龙武，爬了2个小时，终于爬到山顶了。今天到山顶来采药啊。终于到了，你们看，这个叫做龙胆，可以治胃病，可以去肝胆火的。准备采，哇！你们看，一下子就采了这么多了。它的花还是很漂亮的，你们看一下，可以治胃病的哦。这么长，有点甜甜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吃。哇，好凉快！这里就有了龙胆，就这个。对面这个就是咱们村了，休息一下。这个不知道叫什么，小的时候来放野的时候我们就挖这个吃，现在还好渴，挖这个吃。太开口了，小时候的时候也经常吃这个。喂，吃饭。这个石头太危险了。但这个草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连百度搜索不出来。我出来了，看这个可以补身的，拿去炖那个肉吃。这里一朵花好漂亮，现在已经3点半了，准备再早一回就要回去了。现在的草药越来越少，这里找到一棵补药了，准备挖了，准备下山了。早一天，准备要回家了。现在已经4点半了，都5点了。找了这么一点点，现在的草药好难找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